平常就是有练车的时候，大家他们会约在一起一起练车这样子。是。那小朋友比较喜欢还是？应该都喜欢吧，他以前就很喜欢赛车啦，那可能小朋友就是训练啊，大家一起训练卡丁车这样子啊。对啊，早上有听到消息，对啊。就是有练车的时候，大家他们会约在一起一起练车这样子。是。那小朋友比较喜欢？应该都喜欢吧。他以前就很喜欢赛车啦，那可能小朋友就是训练啊，大家一起训练卡丁车这样子啊。对啊，早上有听到消息。对啊。他是不是蛮喜欢玩卡丁车、穿奶站子？他从以前就很喜欢赛车啦，啊，卡丁车好像他儿子现在有在练卡丁车啦。对啊，所以本来就是会来练卡丁车。